袋子。好，滑轮步，好，我们右脚哈，右脚踢，好，左脚髋关节跨要过来的时候，不可以只有这个跨过去，这样会扭伤。身体跟着转，用你的右脚的脚掌推二，它就过来了。三，直接后交叉。四的时候，用你右脚的脚掌转四。技巧是这个样子，哦，所以有很多国标的技巧也是都会用到脚掌。再一次哦，所以呢，并不是直接啊这样跨过来就好了，懂吗？哦，你要想到，哎，你的骨架在这边，然后拿右脚走来，一身体转二三，跨过去四 ，OK， 后面就是你的回转步，前交叉，转一下，再前交叉，转一下，又回到这边，这个就是你的第二段，叫做滑轮。第二段会，第一段就会了，听懂吗 ？OK， 好。所以那第一段老师我记不起来没关系，就练第二段。第二段会，第一段就会了。OK， 好，因为它就有重复的东西。好，右脚加四拍，右脚一，左脚二，右脚三，左脚四，后面叫做回转步。OK， River 一，好，踏转二。左脚一，膝盖放松二，就回来了，这是挺真的。所以刚刚的第一段加四拍，加哪四拍？加交叉这个，哦，这个我们简称俗称叫做滑轮步，就是第二段。好，男生。